哎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大家开心就好，大家开心就好，就这样。下一把。这两张感觉没什么料，讲实话。他如果是什么掠食或者是什么暗星，我就会拿。但是他是剑转，剑转没什么料，剑转没什么料。刚刚那个装备法装拿个剑转，不知道来干嘛的。反正大家坑就好，好吧，坑就好，扣不能扣住，也是扣我的，也不是扣你们的，大家爽就好。下一把就这样，下一把就这样，不要讨论了，没什么好讨论的，下一把更好。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随便弄完了，死了算了。赤爽无尽蛮王，对吧、啊？我一直想说赤爽无尽蛮王，半包塞个冰心。可是塞冰心给老鼠性价比好低哦，因为老鼠有个小傻逼，有个脆，有个脆的，一下就被一下被摸两下就死了。那两位也不太可能不给他那个装啊。还是水滴跟这个，等下后期做给做什么装备？有什么好做吗？好像也没有啊。哎，给狼也不错、啊。主要是赤爪会多一个那个特性，它会有那个爆伤的特性，给狼也可以啊。狼王不需要夜色远界啊，超烂。没有人在看 AD 帧多不多的，干会给装备多玛是直接因为怕打不过，要保血，那多玛直接给了，那我再跟你在那边看 AD 帧多不多的。你看，要么就是上面全部给装，啊，下面全部摆烂，就这样而已。啊，还有最怕的就是给装了还练的，这是最可怕的。这下很烂就不给了，宝贝。选学者走读吗？也可以选学者啊，可是选学者不会是集战力啊，他赤转集战力多一件装、啊。你前面要么和平心，啊，不要选赤转，啊，要么选赤转，可以先不要和平心。啊，反正就是多一个集战力的概念啊。啊，这个分段就很极端了。我就想先武器还是先凝血，冰心很恶心哦，冰心不知道，你冰心给下去是很有助于帮助你连胜的，啊你不给，然后输了在那边挨，这还是问题所在，你不能够你说哎、欸，冰心能不能给你？那个的问题，啊你他妈不给，然后最后打输了，没有连胜了，在那边挨，那样没有比较好，就这样了，不管了。其他家太强了，我感觉不会，就不给了。
看了一眼，其他几家跟鬼一样，不想给了，给了也不会赢，摆烂生等实在一点。让大师不打会掉钻石吗？不会，现在不会，以前会。为什么不是有两条蛮王呢？多可惜。结果还是得给冰心啊！你这样看来看去，你还是得给冰心啊！你不可能不给冰心吧？阿小，好了，很棒啊！我没什么好说的，我没什么好讲的，很棒。没有，我现在没有多余的分数在那边搞耍。疑虑没有，感谢一下正想的两个月续订。主播这是什么仙术？请问是不是作弊？五星差六九成阴啊！有心浇花花不成，好吧，我只有这个想法可以告诉大家啊。真的、啊、五星差有成印了、啊、先这样吧，那怎么办？哎、欸、上把我打的没有很烂呢、欸、上把我打的其实很好、欸、但上把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、啊、那样子都已经折了那么多那个最小的局了，给我爽一局合情合理吧。上把问题根本就不在我身上哦，上把那么到底什么死人局啊，真的不想讲，让我爽一下应该合理吧，对吧？上把那种死人局，你这把让我爽一下，合理吧？啊，反正我是不考虑玩执法局啦，都快改版了，我也没打算练了。上回还忘记用，笑死！哦，请问要拿生化科技呢，还是要拿双胞胎呢？我只想赢，你们的观看体验跟我没关系啊！我现在只想赢啊！你们的观看体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，我只想要赢。我现在不择手段，我只要赢。我有个疑问、欸、如果呢我把生化转加次转加无尽之刃塞给达瑞文，达瑞文会抢吗？我有这个疑问，如果我们四条次转生化转达瑞文加一把无尽之刃，请问他会渡得动人吗？然后凯撒换奎恩的位置有料吗？还是没料，没料就不要耍白痴，老老实实换一换，剩下一点。好梦，无情的旋风斩。有剑拿剑啊，不要问为什么。有剑运啊大剑啊，直接开度。没剑拿弓。有七生化嘞。欸不是 ,90% 攻速没有料吗？我是高生化、欸、我搞不好是九生化、欸。没有料吗？他没料还是你们没料？要讲清楚呢，先这样顶一顶吧。九生化200%攻速没料吗？真的没料吗？
真的没料吗？好了，算了，不要说白痴了。拿他这把实在一点，我把分数打回来。干生气等于输是怎样？然后我跟他咖喱酱弄到我滑鼠垫上了，我拿湿巾擦一下，裂开，场外场内都在 gank， 操！到底是我七生化回的不够多，还是七生化其实蛮烂的？生化镜就算了吧，生化镜听起来更没料，干比烂的，好这样子，真的不要比烂，可以直接出个神石吧。我这把应该也没有可能去养毒妈吧？还是生化维克特，次转维克特，次转无尽，然后关刀。生化次转维克特跳进去送好吧，跳进去开大的跟鬼一样。回血会很多啊，加女中创的话，没有次转不用法爆，次转一个无尽就够了，次转就不用再法爆了。干，你们那么一直想出法爆，到底想怎样？次转就是自带法爆，就自己有法爆效果，你们要法爆，到底想怎样？这也不低吧，再扣一下，这想把这出个神石。其实出的神石好像还不错，因为我是生化，生化出个神石全体肉很多，双重减伤，叠减伤应该很肉啊，直接给了，等到维克特来的时候了，然后维克特来的人都没了，傻小，这么会控？哦，无情转到第四发，呵呵，有人空他，第四发空了，笑死。不要，再想一下。哎，别输呢，会赢吧？拉一个，拉一个，拉一个。看为什么输的？哦，还是次转，生化转悲哀。次转加生化转的悲哀有料吗？自带仇敌效果，直接热血开锤。
八法维克特伤害溢出了，而且我这把生化转都成这样子，你跟我说换八法维克特，那不可能，那肯定是不，肯定没有八法的选择啊。看来看去还是只能玩蛮王，蛮王感觉还是要出一件回复装，还是要直接拿出破甲，直接拿出破甲有点逗，算了。应该还是要一件回复装，欸不对，其实我有凯莎、欸、有凯莎其实就自带生化转跟黑书两个装备了，我根本就不用在那边像智障一样在那边想来想去，凯莎自己就带两件装了，妈的，你甚至次转凯莎都比较强，次转生化转黑书凯莎都比较有料，可以来个希尔科啦，后期可能可以有用，后期是有希尔科的位置的、啊、但是没了大棒啊，其实可以拿飓风剑啊，不算了，飓风剑好便宜哦，还是一样价钱取向，先这样顶一顶挖酒吧，无情的生酒机器，两斗是一定要开的啦，不可能不开两斗，原因是因为你生化每个人多一点血，你的回复比就多一点，你也没有问题吧，每个人多一点血，你的回的血就多一点，前提是不死，要不直接出归属、有点硬，算了再等一下吧，这帮我好顶，转过去又转过来，但是也尽力了，也尽力了，看得出来。鬼鼠直接合不行啊，猫王不太需要这个鬼鼠，凯撒太需要。应该只能选这个吧。你会选3还选1？应该只能选3吧，不能选1吧。直接同盟同起来咯。全世界都是生化，大家都是生化人。大家都是生化人。等下直接拉安口了，这样玩5生化凯莎吗？没有吧，7生化凯莎吧，大家都是生化人，等下找张新的盲王啊，反正大家都是生化人的，就不需要把装备放在盲王身上，盲王可有可无，不是啊，欸干，这个东西是你生化越高同盟拿的越多、欸、不是说你拿了这个你就不需要放生化了、欸、你7生化加那么多攻速，血量加那么多，那你不要那个吗？肯定还是要的吧，异能什么暗心、欸、还是我们异能了解一下，暗星凯撒了解一下，飓风可以给一件的，应该是有瑞文的位置，我感觉飓风鬼鼠还是要破甲，单给他可以出破甲，可是其实保镖这把也没有很多，两家
法爆有次转，刚我想一想，有点奇怪，那先这样吧。有点可能会低不到凯撒，因为这把凯撒可能会太多人啊。我目前靠现在已经看到有两家都在玩凯撒的，对啊，低凯撒不是想象中这么容易。傻小啊，这种冲动是怎样？这什么东西？这冲动太多了吧？冲动王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里升级会没钱，那我想升了。多一个人口，多一个恶心。哦，大家都是生化人。先这样吧。没有那个谁啊，有点比较尴尬。那个人可以替换。我觉得金克是拿生化算，拿这三件装很强，感觉啊。如果他可以恶心的话，反正大家都是生化人啊。哦。现在怎么说？哦。卡了一口票的人，没有一个要唬的，还是大胆一卖。我再输就大胆一卖的啦，我只能这样讲。不要逼我，真的不要逼我，兄弟。再输一局就是大胆一卖。好猛、哦、大家都是生化人，真的好强啊。完蛋，有人自爆了。好，有人在演我，有一个神话转也可以九神话吗？刚才是九神话了，我操嘞，还是九神话。九神话了吧，我操嘞，可以不拿吗？没有办法吧，我没办法拒绝。搞耍就是搞耍，也是想，就算是搞耍，就算知道是搞耍，我也没办法拒绝。怎么办？就算知道我在搞耍，我也没办法拒绝这个东东。干，他怎么有个金克是恶心？那得那个了吧？得拆装了吧？兄弟们，拿着，能不能长这样吗？九真话嘞。对于大家都是生化人，你没有什么想法？我靠，这三小，哼，这三小，这一杀，有人要按接力吗？没有就不卡了，有在卡。看来没有，生化人战法，终极生化流，现在差谁啊？哦，毒妈，没有毒妈，找毒妈来一起呗。然后找到新的盲王啊，换一下装备了。
你的装是该属于那个谁的，该属于我们的金特斯拉，不属于这个蛮王的。不过蛮王蛮 C 的，他是毕竟蛮王拿了三件装啊，金特斯拿了一件，也不能这样比吧。凯撒换二零会比较好，是可以啊，就少了一个黑书器而已，也是可以啊。这个凯撒现在是黑书器的功用啊，倒不是说怎么样。而且主要我装还没下一个金克斯啊，这应该还好。我是有在想要不要直接把蛮王卖掉，可是蛮王还蛮 C 的，好像很难直接卖蛮王，对吧？蛮王还蛮 C 的，其实先不急啦，反正都已经赢了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打不过再来想办法，前提是打不过。OK， 刚讲完就打不过了。瓦狼二，靠腰嘞，在玩什么？好雷哦，兄弟，那就算不算啥？我是觉得可以不用给吉英克斯刺转。我想给维克特自转，你们怎么看呢？我觉得刺转可以给维克特，或给凯撒都可以，前提是他定得出来啦，让他踩格子吧，然后绳子可以给扎克了，阿瑞亚达不需要那个，这样会好一点。这傻小看不行，好像有点不太妙，有点危险，这样他会死一家，危险啊，可他不会饿，太多人在玩了，先这样吧。凯撒这把已经失去恶心的权利了，还是干脆把凯撒下了，直接上三杆旗，多个都是。有很需要重创吗？有，蛮需要的，两家凯撒，那不好意思，你还是得放一下，因为两家凯撒的关系，你没有拿凯撒，你没有办法确保自己一定可以烧到那些很奇怪的凯撒身上，这样应该 OK 了，看怎么样吧，看等一下下一关可不可以拿个蓝 buff 或之类的，让维克特导演启动，维克特开出来才会，开不出来会输。生化人，我的超人生化人 GG 杀一家可以，但那家七暗星有点恶心啊，有一个自转，什么意思兄弟？还是我拿龙佐吧，军旗，看来不及，打这家你还是得全员上重创，但是他干他妈四个去控制门，我怎么赢啊？他是有点过分，他妈四个去控制门我怎么赢？这什么东西啊，有点过分。你凯撒还是要有，你凯撒没有你没有办法去放出那个地狱下。哦吼，
差点打输，就差那么一点了。他再多撑两秒，我的毒爆就把我自己毒死了。这回我一定要送他走啊！这回一波送他下去，不然人没了。大概要一波带走，不然就灯就倒，不然就是我没了。老鼠对位，只对老鼠。OK， 大家都不要动，动都不动。其实我发现吉克是拿这东西很好的地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起跳刚好会回满血，超级白痴的。游戏结束，生化人的威力。九生化，生化人。这就是我们生化人的威力吗？一堆王者的局，这把吃了大的，应该加个40本有哦。哇靠，好补哦，牛逼啊！我离精英更进一步了，再一把。